昨日的不甘愿，今天又再度踏上征途。这次看准了天气，做好了干大事的充足准备。接下来就等着命运的安排了。一早流水好像不大会动。 还没长大的小加纳氏回，今天决定就在这里守株待兔了。总算有只像样点的鱼了。每次只要流水一漫，盘子就肆无忌惮起来。感觉流水开始稍微在启动了。 不错，是良形斑头。好一个一箭三雕，这也算是满弓了。 这边最近小石斑反倒是稀缺了，这一杆算是孔洞成功，一杆入魂了。看着拉力，还是准备一下捞网备用比较安心。 准备开奖，太棒了！是许久不见的鲶鱼。Warning: Nuclear missile launched. 大雾来袭。
前方高能警戒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已经被拉断一条十五磅线跟三条二十磅线了，所以这次我可是换上从未出现的一百磅线了。挖靠给我一记甩头，扬长而去。他的离开只留给了我满头的问号及讶异，留下呆若木鸡的我望住那一百磅的死角线，拉了又拉，还是不能接受你的离开。赶快呼叫帮手！别等着呀！别等起呀啦！村长米呀，我快钓鱼呀！村长米，别等你呀！对啊，不要等啊！村长米，我这边快钓鱼是什么物件啊？试看卖啊！哎呀，你吃拢夹你吃尔，头前只。拢靠你头前只棍尔，我三届拢两届断在遮，一届断在迄边，拄才才断的啊！眼泪擦一擦，赶快振作，继续努力。还好有漂亮的梁行大点痣来安慰。每次只要一桶进洞，总是不会令人失望。美味的凉行十老一品，这只小斑居然躲在珊瑚后面，结果连层漂亮的珊瑚被我一起拉了上来。其实后来又有中一只凉行大家呢，不巧摄影机刚好待机，没录到。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该收一收回去检讨战况。今日鱼获有鲶鱼、点痣、加纳、斑头、石老、花生、红盘、小石斑。